不是我不弄掉。好安逸的大姑娘，这个娶了做老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但是阿浩门那个实力啊，不要搬了，搬了等着弄不进去了，我等下发给你也可以嘛，好不好？狗娃兄弟，没有来，来了没有？来了，不是这条，又不是这条，是的，引出来才知道，引出来才知道，应该是这条了，这条大的应该来了哦，引出来没？再引出来一点，对，明天我一个人去贵州，吃的好轻啊，我小徒弟在那边来。小徒弟就在那边了，明天过去等徒弟。我看不到啊，这我直播间就转刚好挡住这。别动别动，没来。他那别动，我来掉吧，我来掉。不是你来掉不掉的问题啊。我来给他一个。不来，你看嘛，他们两个就成功的把我给抛弃了，看不了阿浩直播啊。怎么不来呢？要不要放进去？拿了没有？稳了。稳了吧，把军拿开，把军拿开。不用拿，不要拿开，拿开我上不进去。我靠！哇，我操你妹的，老子一点点头下进来看直播，老子一点镜头都没有。我靠快现在有镜头了，给你啊。